滚出来！怎么还不给家里打钱啊？爸，我交了房租就所剩无几了。这不是钱吗？你给我起开！哎，拿过来。爸，这可是我交房租的钱。拖欠一下不行吗？你哥读书更需要钱。爸，我从小到大没跟你要过一分钱，我吃的、穿的都是哥哥剩下的，我可是您的女儿啊！滚开！女孩不都专门养的吗？矫情。小姐，你没事吧？房东，实在对不起，我会尽快把房租补上的。你还是搬走吧，我们这里不接受拖欠房租。房东，你可以通融一下吗？我刚出来打工没多久，家里很多钱要用，我实在是周转不过来。规矩就是规矩，给我半个月的时间，我去努力凑够，求求你了。半个月？你当我这里是什么善堂吗？没得商量，立刻搬走。人活着太累了，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小景，很抱歉以这种方式让你离开，我只是不喜欢离别。你哥要读书，没钱养两个。你应该去上大学，换一所城市，摆脱你的父亲，开始一段新的生活。请收下我的帮助，因为你配得上更好的。等你毕业，金风大厦随时欢迎你回来，加油。谢谢你，房东。不客气，希望你能够实现自己的理想。希望所有年轻人都能实现自己的理想。